方嘅隊員一齊進行簡單嘅握手禮。好覺得佢個人能力好強嘅一隊隊員，而且三分嘅攻勢亦都好犀利啊！而桂華山咧就以佢哋嘅 teamwork 文明啊，到底兩隊邊隊可以攞到冠軍咧？
篮板。哇！邝志全嘅独角山，大攻一打一。中斷了桂華山剛剛打的一段17-0的攻勢，17-0。
就會桂華山中學。大家俾啲掌聲，相關嘅球員亦都俾緊。恭喜曬普國中學成為我哋2021-2026年 Ivy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賽男子組嘅冠軍。再一次恭喜曬男子組冠軍桂華山中學。